OK， 咁我帶大家做一啲肌肉嘅伸展動作。如果大家喺屋企方便咧，可以同我一齊玩嘅。好，我哋先做一個狀態係咁。我做一次先，隻手向上伸，好似伸懶腰咁，一路向上伸，個意識一路放穿去天花板。好啦，將個人拉長之後咧，微微向後靠，少少得噶啦喎，即係唔使屈到好後啊，啲咁都向後。你繼續感覺咧，腋下打開，心口打開，甚至小腹肌都打開嘅，伸長拉開嚟。好，然之後慢慢擺翻直個人，繼續保持呢種上下相對拉嘅狀態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好似條橡筋咁喎，睇住咯，全身一齊鬆落嚟，係啦，好似條橡筋拉長咗之後鬆落，一路感受，而家個膊頭好舒服，到時你抱喺個波，隻手仲可以鬆落嚟，好似隻手想跌，但係啱啱吊住咗，跌咗。你就會感受到條肩頸、膊頭鬆啦，心口鬆咗，身體抱住個波，會感覺到裏邊嘅肌肉狀態咧，係一種拉長之後，慢慢橡筋咁鬆落嚟。佢就唔係咧，哎，伸起，擺個裝，佢係自然一種肌肉嘅張力。这个、呢一個咧，如果你做到手有張力，脊椎有張力。兩隻手有張力，腳都有呢種張力咧。喺意拳就形容為身臂五張弓，個身咧有五把弓，中軸呢把大弓，兩隻手嘅弓，腳嘅兩把弓，五把弓一齊充滿彈性嚟做啦。咁我哋再試一次咯喎。我哋一齊玩下啦，當下。好，我哋首先站立啦，放鬆埋腿部。手慢慢向上伸，好似打伸个懒腰咁。好啦，跟住手指继续向上伸，保持个人全身拉开。好，向后靠一靠，摆翻直。好，之后松落，好似橡筋咁拉长松落，保持个心放松，慢慢呼吸。跟住靜落嚟體認呢個狀態，喺我哋日常生活、行路、食飯、坐喺度，任何時間可唔可以保持呢一種身體嘅舒適狀態咧？呢種身心舒適嘅狀態。好啦，我哋再玩多個向左右伸展，其實我兩隻手向左右拉開，好似有人扯開我手，再扯嘅時候。感覺到兩隻手好似橡筋咁掹住，個人稍微向後再打開少少，並喺度感受呢種拉力，保持口氣，好擺翻直個人，好啦，全身鬆落，好翻喺心，好似隻手自己喐咁樣，係你掹隻手翻嚟。翻身慢慢吐氣，感受肌肉而家頭先拉長，鬆翻落狀態。好啦，呢啲咁嘅拉展，佢自然收縮嘅狀態咧，喺我哋平時玩拳有咩關係咧？舉個例，譬如話我手做一個咁嘅動作，好，如果定喺度，跟住我自己再一路做，一路做。一路做，好，再嚟，一路自己全部用自己嘅意識嚟做，唔係唔得。咁樣咧，對於嗰個身體嘅體會咧，其實可以再做得好啲嘅。喺意拳嘅角度啊，好啦，譬如我哋咁樣拉我嘅手，到呢度我哋嘅心定一定，感覺到肌肉嗰種張力之後咧，頭先係咪自然放鬆啊？一個心一鬆，
條橡筋一鬆落，佢自然過到去咧，我先用個耳去做第二個動作，係嘛？譬如話到呢度，跟住做咗個緊壓拉住，個身心一鬆，佢自然啲手腳咧自動回翻嚟之後，先至再做另一個動作，拉開，翻翻翻，然之後再向前抱。咁咧，你嗰個動作咧就會有一種咧鬆緊來回嘅力啦，喺耳條叫做。咁佢玩出嚟咧，就會更加柔順，同埋有一種美感嘅。呢個係想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好啦，我第一。